手卖。今天去街上买了个新炉子，还有半边猪脑壳。先把这炉子装起来。烧点水，等会儿好洗猪头肉。这天气，昨天下雨，今天又出太阳。我身后这棵兰花已经全部开了，有十几朵，非常非常的香。把这个猪头改一下刀。好了，拿去焯水。来点葱姜料酒去腥生香。好了，捞起来。升高压锅，加水，把猪头肉放进来，来一个卤料包，再倒入配料：葱姜、干辣椒、八角、香叶、小米椒、花椒、生抽、老抽、两勺盐、一勺花椒面，再来几颗冰糖。再来两勺豆瓣酱，盖起来，上气之后压个十几分钟。可以了，端下来。哇塞，好香啊，已经很趴了，夹出来都脱骨了。撒点葱花、香菜、辣椒面，好久没有吃猪头肉了，先来个耳朵。
还整了个蘸水。猪鼻子。糯糯的，太香了。